新手人妻布雷克蜜月后复工，手机不离手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珍惜分分一秒。跑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哎呦，是谁让狗仔大哥不顾帽子掉了也要猛按快门呐？喂喂喂！哦，就是花边教主布雷克的爱护力了。上周一，他闪驾绿光战警莱恩·雷诺斯，小两口选在《乱世佳人》的拍摄地布恩底庄园办婚宴，哎，邀宾客放天灯。两人就被拍到前往维吉尼亚州的度假村度蜜月了。布雷克手戴老公设计的订婚戒，甜得不得了。这个度假村一晚要价60000元，两人就这样窝了将近一周啊！哎呦，透早就有服务生上门送早餐，小两口根本不用出门。是要拼做人吗？你看，昨天媒体发现门房搬行李上车，原来是小两口度完了蜜月，布雷克立马开工回纽约拍《花边教主》了。一段是你，一段是我，热血你和我。他在片场讲手机讲个不停啊，哎呦，才分开一下子就犯相思了。苹果娱乐新闻小编事新婚报道。